难道这就是传说中麻辣鸭血的天花板？啊！黑叔今天来西门町吃詹记麻辣火锅，西门大世界，重现90年代西门町复古风，满满的复古台味。詹记招牌麻辣鸭血豆腐，詹记鸭血被评选为亚洲第一，鸭血滑嫩入味，第一称号实至名归。黑叔即推白菊乌梅狗汁，狗汁酸酸甜甜，清新自然，牛五花品质也很出色，感觉不够味重的朋友可试试詹记特色辣油，满满的台式胡椒辣味，让你大大的满足。神秘淡醋哪尼，腻口时可沾一下淡醋，会快速重启你的味觉。那好酸哦！甜点意式手工冰淇淋。呀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是黑叔。